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台湾历经过地沟油事件，大家都不敢吃外面那个不干净的油，来路不明的油，最好的方式就是自己买那个豆子来自己榨油，是最健康的。这台机器它的特色我介绍给大家看，来你看这边，这边有预热、哦、可以调节温度啊，有一个开关正反转啊、哦，来操作给大家看一下哈。倒斗就是你要把豆子从这里放进去，这个可以拆下来清洗。好，然后接下来这个是加热器，大家就近看一下，加热器长这样，它会整个贴着这个脚管。好，这个是防止那个油外喷的东西，好，这个可以很快速的放着。接下来这个弯管也是可以拿下来清洗，它也是很方便拆洗的。这一台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这里，它的设计是属于快拆，一个插销拔开，整个管子跟脚芯、脚管、脚芯就可以拿下来洗了，非常方便。我们也有赠送这个筛网，可以过滤一些渣渣。它这个让你装油的，整台机器不锈钢的，符合食品法规，吃起来很安心。有需要的朋友欢迎加赖的，谢谢。